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红果果亲子游戏。这是两颗葫芦娃奇趣蛋，我们先看看这颗奇趣蛋好不好啊？看看包装上面都写了什么，神奇葫芦，里面有新奇玩具，有巧克力制品。这颗葫芦蛋好大呀，是一个葫芦形状。品名神奇葫芦。里面是不是装了好多宝贝呢？用剪刀拆开包装，里面果然有很多宝贝哟。瞧一瞧，很有意思吧？里面还有一个小奇趣蛋呢，是一个男孩版的。它好吃又好玩，名称健胃妙趣蛋，里面有新奇玩具，有巧克力。一半是吃的，一半是玩具。打开这颗奇趣蛋，啊，包装已经打开了。这一半是巧克力制品，看看玩具，需要拼装，像是一架飞机，这是贴纸，里面还有一个发光球。一撞击它呢，里面的彩色灯光就会亮了，有蓝色和红色两种颜色，一闪一闪的，非常漂亮哦。再玩一次，瞧瞧，一碰撞它，里面的灯光就闪烁。开始拼装这架飞机。
瞧瞧，这架飞机组装好啦。下面有一个架子用来支撑飞机的。看看后面，把它放好。这是巧克力，牛奶巧克力，包装上面有小黄人。这是吃巧克力的勺子。这是一辆小兔子车车，是一个发条玩具，有四个轮子。玩一玩这辆车车，跑动的时候头也会转动的，尾巴也会动。跑一跑看看，哇，跑得好快啊。再玩一玩，好可爱的小兔子车车。这是飞机，是小兔子车车，还有发光球。这张贴纸呢，飞机上面贴纸就不贴了。哇，这个葫芦娃奇趣蛋真的好有趣哦，有这么多好玩的。还有奇趣蛋没有给大家拆，我们在下期给大家慢慢分享。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，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。我们每天也更新，小朋友们，拜拜。